开城门呐！你们是哪儿来的？我们是河南涛老爷派来的，奉圣旨筹集钱粮，赈济章丘，特地押送进城的。众位大哥一路辛苦，抓紧时间开车查验一下，你们也好早早入城休息。有什么可查的？车上都是大米白面，少不了守城兄弟的一份。这是刘大人吩咐的，例行公事，放吊桥。 这都是今年的新米，这位兄弟，就不用每个马带都戳一刀了吧？我们这一道上都没使得吃一粒。下来，那边，快带上。好，哎。 张少，啊，张少，老爷，哎呀，外边谁在哭啊？啊，两个兵丁的家眷来找李和玉大人，说他们的丈夫一夜未回。啊，那派人找了没有？李大人说了，衙役们都调到河堤上去了，哪还有人呢？要不我把他们轰走，免得扰了您睡觉。不要不要，反正我也睡不着了。走吧，哎，咱们到河堤上看看去。啊，恩师，哎，恩师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人就丢了？ 说累也怪，城头上的兵说官大门之前还看见他们，引了一队粮车，然后就不见影了。换班的兵士也没看见他们。粮车？什么粮车？送粮车来过来。恩师，我也奇怪呢。我查了查，昨天晚上根本没有粮车过，可城头上的兵说共有四辆之多，真是莫名其妙。走，咱们一块儿到城门去看看去。 我确实看见有粮车进城，两位兄弟过去检查，然后放行，换了班就没见着人了。哪儿来的粮车？我在城头根本听不见他们说话。那，有几辆粮车？四辆粮车，每辆上面装了一口大木头箱子。老爷，这不是粮车，不是粮车。啊，您想啊，哪有用大木箱子去盛粮食的？那还不全捂了？嗯，啊，那走，咱们到地上看看去。恩师，过几天皇上就要到了。 兄弟们准备东西啊！快，赶快！快点，快点！这边，快，都打开，快点！哎，那边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好嘞，来来来，哎，好，这个，哎，好嘞，哎，抓紧啊，好嘞，哎，放这，弟兄们，干完活把这穿上啊，拿着，好嘞，好，好，你们呢？哎，接着，哎，来这儿，接着，哎。
说说，有什么稀罕？老爷，您瞅瞅这个，怎么这么大的硫磺味儿？哎，他们家还有呢，是东城的一个富户家里，院子里有几十卷这个东西。富户人家啊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硫磺啊？哎，他们家乱不乱？乱极了啊！从别人那儿打听，他们家说他们家今天突然办丧事，从家里抬出四口棺材来。四口棺材？他们家几口人呢？ 他们家家境如何？哎呀，反正他老婆不像办丧事的样子，样子肥肥胖胖的，精气神好着呢。哦，屋里没有灵堂，我给你十个人，你立即追上去，迫不得已开棺验尸。哎，老爷，这不行啊！万一人家真的办丧事，那咱们可捅大娄子了。哎呀，捅不捅娄子，你赶快告诉守城的兵丁，把门把住，不能让他们出城，听见没有？ 那快去！我去了，快去呀！哎，看见四口棺材过去没有？看见了，德文意思的，40口都有。过去多长时间了？大概半个时辰了。往哪个方向去啊？这倒没注意。分头找，是走。 前去章丘县衙议事。遵旨。朕此次来章丘，一是亲试河堤，查验黄河防务。 二是知道章丘受了重灾，已是朝廷的爱民之意。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刘统勋呢？回皇上话，刘大人正在城外带领民工加固堤坝。就是这样，朕也饶不了他。众位爱卿，现在就随朕去查验河堤。 皇上，臣以为皇上一路鞍马劳顿，再加上大堤上人多眼杂，不如先把刘统勋召回来，问清情况，选个吉时吉日再去看堤。皇上，臣再三恳请，黄河近日水位变化不定，皇上前去危险很大，请皇上三思。朕要是让水淹了，
那就不是真龙天子了。起驾吧。 每人拿两个啊！哎哎，这几天弟兄们在这儿风餐露宿的，都不容易。哎，拿着，好嘞。今儿啊，咱把这第一炸，明天大伙儿都成有钱人了。哎，拿好啊！这第一炸，黄河以北九府十七县的人不都喂了王八了吗？哎哎哎，听说皇上来章丘了，别把皇上也……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，实话告诉你们，这堤就是冲着皇上炸的。 啊！你们跟谁说都是砍头的罪。拿着钱，老老实实回家，过自己的日子去。哎哎，谁多说半句，这灭门九族的事儿，你们可自己掂量着办啊！嗯嗯，可是第一炸，我们的命不都没了吗？还有银子有什么用啊？出东城门五里，我在那儿早备好了一条大船，一会儿点着了线香，咱们就去那儿啊！哎，好嘞，哎，来。 把手里东西放下吧，皇上来了，皇上来了，皇上来了，臣刘统勋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平身吧，谢皇上。刘统勋啊，陪朕到这大堤上走走，臣遵旨。 皇上，您看看吧，这是花了朝廷100万两银子修的长堤呀。皇上，您看看，您看，这堤里边全是麦秸和稻草，还有这儿，皇上，您过来。 这里边也全是这样的草，您看，这样的长堤，大水一来，那壁纸还软呢。他们真敢蒙朕呐！把陈同道和铁子书给朕找来。这，山东巡抚陈同道和盗铁子书来了没有？来了没有？皇上，臣上堤的时候就没看到他们。他们是随朕一起来的呀？难道？ 他们跑了，皇上，您放心，他们跑不了。怎么还没动静？怎么回事？大人放心，一会儿就炸，错不了。马上开船，快，快，快！ 快点走！快呀！快呀！山东巡抚陈同道和盗铁子书即刻见驾。快！快给我整船！快点！快快快！快呀！弓箭手！别！千万不要放箭！ 皇上，您看，伤天害理！走，走，跪下，跪下，跪下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你们太让朕失望了。 压下去吧，带走！哎，走走走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！范不着为这种人生气啊！皇上，这些逆臣贼子阴谋反叛，竟敢算计皇上，实在是罪该万死，就是把他们碎尸万段也不解这口恶气。所幸我主洪福齐天，刘大人慧眼如剑，识破了他们的阴谋，真乃我朝一大幸事啊！ 哼！快走！
又来两个，哎呦，这是陈大人啊！哎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您这伙伴来了啊！进去。 我可让你把我给害苦了！我全家人的性命和我的锦绣前程都葬送在你这纸糊的堤坝上了。还诈坝，这下可好了，刺杀皇上那是灭门九族，还得挖祖坟。哎，我这是什么命啊？要不是你手下的官员伸手向我要钱，我至于修这么个堤坝？还敢胡说八道？谁管你要钱了？哼，晚了。 什么都完了，别再互相埋怨了。好歹一条命也交代了。20年以后，我要是再做官，一定得做个清官。<笑>就凭我们干的这些事啊，想变狗都难。 死不了，哎，咱死不了啊！你是疯了吧？你想想，咱犯的什么罪啊？咱犯的可是刺杀皇上的罪啊，应该斩立决啊！怎么到现在，这脑袋还在呀？别着急呀，迟早会掉的，啊？咱死不了。 咱这儿有单子呀，单子？什么单子？上面牵涉山东和府30多人，还有4名京官，他们都吃了咱修堤的钱，属下可都一一记清楚了。傅大人也看过，你忘了？是。 属下想啊，他现在不杀咱们，肯定是有别的想法。你想啊，那4名京官都是位高权重之人，如果咱们这一说出来，那天下岂不是大乱了？哎，那单子呢？哎，把单子给我，快把单子给我，快点！咱们只要留住这份单子，谁问都不说，让京城那4位大人心里有所顾忌，必定在皇上面前替咱们说好话。案子到了刑部，审不清楚，挂上几年，那咱们就有活命的机会了。要是这些人杀人灭口呢？皇上不下旨，谅他们也不敢。是啊，可是怎么能让他们知道我们有这张单子呢？ 来人呐！给我拿笔墨来！我要上书皇上。岂有此理！皇上息怒，奴才福康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 这，皇上为何恼怒啊？你看看，这个狂徒竟然敢跟朕讨价还价！皇上，臣同到帖子书一被抓，奴才看很多大臣都神色慌张，都是这个折子闹的。谁呀？谁神色慌张了？皇上。
陈通到铁子书犯的都是斩立决的忤逆大罪，皇上为什么不斩了他们？朕要查一查，到底有多少人吞了朕的银两。皇上，奴才再问一句，铁子书在这个折子上说他愿意把名单交出来，皇上为什么不让他交出来看一看呢？朕让你拿主意，你倒逼问起朕来了。奴才斗胆再问皇上一句，皇上是真想查贪官呢，还是就想吓唬吓唬他们？朕决心已定，一查到底。皇上，今日天下人都知道朝廷国库空虚，并无赈灾银两，而不知道京官与地方官勾结贪污一事。这屠刀一动，天下人会说皇上沽名钓誉，滥杀替死鬼了。怎么把话说那么难听啊？臣居官场，深知其中险恶，行贿受贿十有八九。皇上就是杀尽天下的官，又有何用的？朕也没办法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傅大人。傅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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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傅大人救命！傅大人救命啊！傅大人，您是来看我们的，还是来杀我们的？大家同朝为官，我受人之托来看看你们。大人，折子递到皇上手中了，不是折子，是刀。恐怕这把刀还得先试试你们两个的脑袋。就算我们的命不要，也得把收了钱的人拖下水。大家在黄泉路上有说有笑，也不算寂寞。哼，你打错算盘了。你们想刺杀皇上，是想保住自己的命；你们上折子告别人，还是想保住自己的命。蝼蚁尚且贪生，这也可以理解啊。但是这话，可千万不能告诉皇上。大人，皇上答应饶我们了吗？你看。皇上饶了你们的命，谁饶了皇上啊？跟皇上做交易啊，只要这个名单在一天，几位大人的脑袋就都不算是自己的。为了保住自己的命，敢合起伙来算计皇上，这还了得呀？大人，属下不是这个意思。是皇上派你来处死我们吗？我给二位做个担保，保证不灭九族，不挖祖坟，不杀儿女亲眷，如何？啊，大人，您能做担保？先把名单交给我。名单只能交给皇上，愚不可及。皇上能跟你做交易，那还是皇上吗？那我们得看看不诛灭九族的手谕才行。我就是手谕，刽子手就在外面挡着呢。皇上不杀你们，那是敲山震虎，那是警告下面的大臣收敛点。你们俩要是不听我的，我就帮不了你们了。两位大人走好。哎，傅大人，哎，傅大人，傅大人，傅大人，哎，傅大人，傅大人，我们是死罪难逃了。既然你能答应不灭九族，不杀亲眷，不保祖坟，那我，你什么？啊，你什么？你要是出尔反尔，我就是变作厉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两位老兄啊，做厉鬼的时候重阳清明，千万别忘了来看看兄弟我。兄弟我必备下美酒相迎。大人，请您给备一口大大的棺材，多烧点纸钱儿，我们不愿意做穷鬼。好好好。我答应你们，嗯，
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今闻原山东巡抚陈同道河道帖子书于昨夜在狱中畏罪自尽，二人死有余辜，又念及山东行省众官员同气连枝，特赦开恩，着二贼尸骨入土，即没家产，子女充军，家眷为奴，此案封箱入库，以为后来者戒。钦此。吾王万岁！万万岁！都起来吧。谢万岁。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朕甚是心痛。这两个逆贼丧心病狂，忤逆犯上。所幸我山东各府道官员不与二逆贼同流合污，朕心里甚是宽慰。章丘知县李和玉爱民如子，赈灾有功，补任山东巡抚。章丘县丞刘洪生赏黄马褂一件，任山东河道。臣谢皇上隆恩。其他各州府道官员此次并肩救灾，都各有封赏。皇上圣圣明。皇上，您对山东地方官员的恩情天高地厚，实在令奴才感叹不已呀。朕本来就想，好官总是大多数吧。朕也不愿意这两条疯狗伤及同僚，坏了和气。钟爱卿可有本奏吗？皇上真乃圣君呐、啊！亲赴章丘，不畏艰险，侵蚀大堤，灭贼除奸，真是天佑我主，江山永固，青史留名，万古流芳呐、啊！你还有点新鲜词儿没有啊？是是是是是，臣回去一定多读史书，带点新鲜词儿回来。但是皇上的恩德实在让臣难以用语言表达呀。钟爱卿还有本奏吗？刘爱卿有本奏吗？臣无本。怎么，今儿你倒成了个没嘴的葫芦了？皇上真乃圣君也，亲赴章丘，不畏艰险，侵蚀大堤，除奸灭贼，天佑我主，江山永固，青史留名，万古流芳。我看你呀、是归心似箭啦。皇上，大水已退，稀泥太多，臣就不跟着抹了，臣想回家。哼。钟爱卿，近日随朕起驾还京，退朝。吾王万岁！万万岁！皇上，福大人在外面候旨，让他进来吧。请福大人。奴才福康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，昨天夜里可劳累你了。奴才不敢说累。那份名单是真还是假？是真是假，奴才也不知道，已经付之一炬了。烧了？朕让你拿回来的。皇上息怒。皇上现在抚平山东官场，答应此事不再追究，众官员感恩戴德都来不及的，用一张废纸换取这么多人的忠心，何乐而不为？如果这个名单没烧，大肆追究，恐怕又是一场大祸，祸及自身，请皇上三思。朕是想，心里好歹有个数嘛。皇上，您要是想先安抚后追究，那容易失去臣子们的信任呢，不如现在一团和气的好啊。
只好如此了。哎，那份名单你看过没有啊？奴才不敢，奴才不敢，奴才要是看人一眼，不得好死，死无葬身之地，死了连狗都不成。好好好，朕信你就是了。谢皇上。你看看这个刘统勋呐，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讽刺朕，说朕和稀泥，真是可恼。皇上，奴才听说刘统勋现在已经开始卷铺盖卷，准备开溜了。哼，他想得美。刘统勋这个人呐，爱民，有点小小的不忠君，可朕还是想把他留在朕的身边，替朕拿拿主意。傅爱卿啊，刘统勋天天吵着要回家，朕也没办法。朕答应过他，一旦他办完章丘这件事，就准他回家。怎么样才能想出一个办法来，既把他留在朕的身边，又不失朕的面子？皇上，奴才倒有一计。嗯，保证他自己投到京城来。皇上让他往东，他不敢往西；让他打狗，他不敢撵鸡。什么办法？保命户，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你给我长啊！老爷，哎呀，你啊，好，行，出来！有人没有？出来啊！我出来！出来！有人没有？你给我出来！你出不出来？出！哎，老爷呀，这是好啊！你包迷糊，我才出去一趟啊，我的家就没了。您这县令是怎么当的？您的家是没了，我的脑袋还差点没了呢。我管你。哎，正主来了，奉圣旨迎刘大人回家。什么圣旨？传皇上口谕，诸城刘统勋劳苦功高，特赏京城居住。刘大人，请吧。我不去。我问你，我老婆呢？我儿子呢？刘大人请放心，皇上都给想到了，夫人跟公子早就启程了，就连您家里的一只鸡一盆花都照样全部搬到京城里去了。皇上说了，怕给您起新宅子您住不惯，小人在这儿等候大人已经多时了。咱们准备启程吧。备车。车。哎呀，包大人，你看看，皇上想得多周到啊。刘大人，你就赶快启程吧，一路上多多保重啊。我就少说一句话，就少说一句啊。说，我应该跟皇上说，我要回诸城老家。啊，哎呀，我追悔莫及啊，我追悔莫及。皇上想重用刘大人。刘大人能为国家多效力几年，也是我大清的福气呀、啊！是是是，大清国是福气了，不是我刘统勋的福气。只盼着能够在此落叶归根，古埋于此，现在看，难喽。咱俩亦师亦友啊，今后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见面喽。你不是在诸城还有块坟地吗？是，老哥，我想贪个便宜，到时候我先走一步的话，还请老弟你多多照应着点嘞。只怕到时候是包大哥到京城来收我的尸了。告辞，告辞。哎，慢走。留步。哎。好，刘大人，请。慢走，走吧。老爷，慢点。启程。走啊。老爷，这都过晌午了，咱们找个地方吃点饭，喝点水吧。哎呀，行啊，前面找个村子，咱们喝点水。明天早上，咱们早点起，趁着凉，一定要赶到保定府。好嘞，走。
哎呀，哎，老爷，哎来，哎来呀，哎喊，哎，啊喊，哎，张少啊，哎，找个什么地儿，咱们喝喝水，歇歇脚啊。哦，看看这家，这有个院子啊，去看看。刘大人，公公，这家没人，这附近的人都跑哪儿去了？看你们像土匪一样，有人也给吓跑了。我们又不是不给钱，跑什么呀？来来来，坐坐坐，歇歇脚。哎，歇歇脚。哎，张少，嗯，把吃的拿出来啊，点吧点吧。老爷，吃饼。哎哎，公公，哎，吃点。哟，就吃这个呀？哎呦，您就先将就着点吧。哎，凑合着吃一口啊。大人，再往前走三里。有个大镇子，到那儿能有吃的。我不知道那儿有个大镇子，你们呢就惦记这个，你们这一去，准扰民。行了，将就点吧，前面再有几十里就到驿站了。吃，我们腿快，到镇上不过半个时辰，带上银子买点吃的。大人，这不算扰民吧？好，这银子我出了，我请客。哎，再烧点酱牛肉回来。哎啊。刘大人，您呐，就再忍一忍吧。这帮大爷，在京城里都享受惯了，哪吃得了这份苦啊？哎，直立汉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，就没人管呢？哼，您就别操这份心了，刘大人。直立大汉都三年了，村里的人都没了。那怎么没人管呢？这可就在京城跟前啊！哎呀，就是京城大汉又怎么样？皇上有什么办法？真变成龙，还能下雨啊？哼！你看我领着差事，我要直接把您带着跟着皇上走，该多好啊！一路上我们什么都不缺。那，你要不带我去京城，那就什么苦都不用吃了。嗯，哼，张少。把马拉出去溜溜，一会儿还赶路呢。哎，刘大人，嗯，我再给您说一道菜啊，清蒸粉条。我当什么好吃的呢？皇上就吃这个呀。农民丰收的时候也吃猪肉炖粉条。我说的这个粉条不一样，我的这个粉条啊，是荤的。嗯，把鳖的裙边儿整圈的割下来，用针小心的把黑膜都给它剥掉，上笼屉蒸熟，拿出来。淋上麻油酱醋，嘿，洁白如玉呀，香的就甭说了。要想凑这一盘啊，得15只鳖呢。皇上啊，只吃2根，剩下的全是我吃了。你现在想吃，也吃不上。这一路上苦成这样。有钱都买不着吃的，土匪绑票还能吃顿大鱼大肉呢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快走！走走，走啊你！你快走，走，走，慢慢偷偷，走，快走，快点，快点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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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几个正男是有钱人，快点，快走，谁让他让他，走快点，给过来，走。快点，快点，过来！哥，快点，快点！
快点！你这样，对，把他们三个都捆起来。哎哎，老三，老三，你在这盯着啊，我去通报一下。啊，好。这下可是被土匪绑票了。哎，公公，你可是有鱼有肉吃了。大人，都怪我这乌鸦嘴。都怪你，都怪你。老爷，咱怎么办呢？老爷，我也被绑着呢，我知道怎么办。等皇上来了，非把他们杀得鸡犬不留不可。还有皇上，皇上怎么知道我们在哪儿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白菜帮。嗯，白菜帮是什么？白菜帮呢，就是反对朝廷的一个帮会，前朝的时候就有了，专门杀满人的官吏。啊，杀满人的！哎呦，大人，你们俩都好装，就是我可怎么办呢？可不是！哎呦，都怪我那缺德的爹，六岁就把我送宫里头，把我给阉了，这不是作死吗？哎呦，哎，张少，啊，这闻着什么味儿啊？这么一股骚味儿？刘大人，是啊，我尿了。啊！哎呀，你别尿我身上了！你可真是，真倒霉。嗯，哎，就是他们，就是啊。哎呀，你看看你，这，就是你，这不在这就尿上。老爷，老爷，你看看他，怎么回事嘛？你们是哪儿的人呢？我们是从山东来的。山东的，山东的。啊，这是我大侄子，他是我亲戚。我们俩去他们家走亲戚。他们家有钱。他们家有钱。他们家有钱。啊，那你们家住哪里啊？我们家住哪儿？我不知道我们家住哪儿啊。这像人话吗？不知道自己家住哪里？我真不知道我们家住哪儿啊。他知道，他知道，他知道。您问他，他知道，他知道。他们两个到你家去，那你家住哪里呀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什么玩意儿啊！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？我们是白菜帮。你以为我们是土匪呀？那下三滥的活我们兄弟是不干的，对不对？咱白菜帮干的是反对朝廷的大事业。大师爷，大师爷，大师爷，你们三个来的正好，正好用你们三个的人头，咯吱吱，咯吱吱，咯吱吱。祭奠我们的白菜帮主。大王饶命！大王，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呀，都怪你！人家问我家住哪儿，你把我家搬了，我怎么跟人家说呀？真是！哎，你住哪儿你知道？你怎么不说呀？我怎么敢说呀？我要说我住在宫里头，那不死得更快吗？都怪你！老爷，完了，这下真完了。行行，别怕啊！哎，你们三个说什么呢？啊，没说什么。是这样，哎，我这个亲戚啊，吓傻了啊。我们正劝他呢。大王，你们是大英雄啊，干的是替天行道的人间大业啊，让他给家里写封信，送点钱来，他们家有钱。哎，还是你这老头明白。你们要是得罪了我们大头领啊，那只怕你们的小命不保啊。我们大头领那是本帮老祖座下第一护法天尊下凡，他刀枪不入，长生不老，行侠仗义，劫富济贫呢。怎么样？给家里写封信，我给捎个信儿，弄俩钱过来。
保证你们性命没事儿。好好好，听见没有？赶快给家里写信，让他们弄钱呐，保命啊！没钱！他妈的，不怕你这只铁公鸡，我可告诉你，等开刀问斩的时候，你可别放那求饶的屁！哼！哎呀，这是朱砂笔、黄表纸，哎，这真成了画符驱鬼了。哎，我等有难，速拿钱来赎人，啊，要多少？多少？还不要他200两？去你的！200两够干嘛的？啊，200两，能给2000两吗？哎呦，2000两！跟您明说了吧，这位是皇上身边的太监啊，本人是前朝的宰相，才值2000两，太不给我们面子了。10万两吧。10万两？拿10万两银子，分文不少，见银放人。10万两。刘统勋二福子拜上。哎呀，你们讹钱算是讹对人了。哎，天底下没有比皇上更有钱的了。嗯。干了啊！好酒！哎呀，是啊，哎呀，哎，这一下子就把小子吓尿裤子了。哎，就这么一哆嗦，10万两，10万两啊！10万两！别说是这辈子了，8辈子都用不完呐！哎，要说这当官的可真有钱呐！要知道这样，咱们就不当土匪了，咱们当官去，是吧？哎呀，这有什么难的啊？这银子一到手，咱先给兄弟们一个人买个官当当。那提什么来着？提督啊，对，买个提督当当啊！哎，那要人家不给怎么办？不给，咱们就撕票啊！把那3个兔崽子一提溜，嘎吱一宰，咱扯呼换山头了。那可是跟皇上讹银子，那皇上一怒，要是派来10万天兵，呸！哎，头领啊，别提你那个前朝后代的事儿了。这10万两银子也不轻啊，谁去拿呀？是，对呀，谁去拿呢？哎，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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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？知道怎么去吗？啊？要把这封信啊送给朝廷，再把银子运回来，知道不？你们以为悄悄一个人藏起点银子就完事儿了？你们想的倒美，你们！哎，大头领，你是第一护法，天尊下凡呐，你刀枪不入，长生不老。老三还是老大去好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啊啊！你这人够黑的啊！快用着你了，你就想退？你放心，皇上是不会杀你的。那老头啊，是前朝的宰相；那胖子呢，那是皇上的太监。从他们身上都搜出宫里的东西来了，这错不了啊！这皋上啊，也有3、2个穷亲戚，他不会因为这点事儿不给钱的，你放心吧。哎，再说了啊，谁去送信，谁去取钱，谁回来拿头份，啊？行啊！哎，那要把钱取回来。那要是运不回来怎么办？你这个人真笨呐！把寨子里所有的大车都派出去啊！哎，那可要多派些人护送啊！哎，要不让别家的土匪抢了去，那咋整啊？呀，笨蛋啊！谁敢抢皇上的银子啊？嗯，老大有道理。就这么定了。孙秃子，哎，张老三，哎，你们两个。挑上20个兄弟，浩浩荡荡的进京城找皇上要银子去。哎，咱们是先拿到银子再放人。哎，一句话说的不明白，咱们就嘎吱嘎吱嘎吱宰人，明白了吧？哎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来，哎，凑近了说话啊。哎，你们几个啊，行，来，喝酒，喝酒！来，哟，张兄来了，张兄，哎，哎呀，哎，李兄啊，来，坐，好好好好好，哎，
听说了吗？啊，前朝的宰相让土匪给劫了。哟，哪来土匪这么大胆儿啊？嘿，叫怎么做？嘿，哎，这直隶总督啊都给撤了，保护大员不利，这什么罪名啊？哎，你这破鸟扔了得了啊，扔你的吧。哎，两位，两位，你们听谁说的？楼上两位。前两天宫里头回来几个侍卫，一进门是连哭带嚎啊。慢走啊，这事儿京城都传开了。不是，我凭什么摔我的鸟啊？我这鸟比你都值钱。摔你的吧，你那叫什么鸟？让开，让开，停了，停了，断开！走，爷，我二爷，我的吃点什么？来两大碗烩面。烩面？咱这馆子里没有河南烩面。你要想吃河南菜啊，你看对面那馆子吃去。你啰嗦什么你？哎，有什么吃什么，吃完还得见皇上去呢。你快快快去！快快快快！请两碗豆浆，一筐油饼。哎，你看油饼，哎，两位爷吃了，好上路啊！慢走，下次来。真他妈损！哎，这是送他们哥俩上路。哎，大夏，打哪儿来啊？打哪儿来？河南伏牛山。您是来做生意，还是来走亲戚呢？俺呐。俺是来找皇上要钱的。找皇上要钱，真是。哎呦，我说二位，找皇上哈，哎，知道怎么走吗？嗯，嘿，我告诉您吧，这条路啊，您简直了走，一直啊，您走到头，看见一个大红门，门口有一大鼓，您就一敲，梆梆梆，皇上就出来了。他妈的，呸！欺负老子没钱啊？拿这馊东西给老子喝呀！哼，老子有的是钱。就是。怎么打人？说呀，说呀，滚！别动他。直隶总督来了没有？啊！直隶总督阿绿给大王爷请安。你小子胆子够大的啊，把我大秦国前朝的宰相都给绑了。哎呦，属下实在是没想到啊！土匪可恨可恶，属下亲自带兵剿灭流寇，把他们祖宗八代的坟都挖出来喂狗吃。你嘴还硬啊？待会儿皇上跟前你也敢这么说？一边待着去。我怎么说过了？诸位大人，胡大人，胡大人，胡大人，大人，请来，好，坐那儿吧。哎呦，给大王爷请安，嗯，给二王爷请安，给三王爷请安。哎，安大人，给安大人请安呢，给胡大人请安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那我哪敢呢？你是直隶总督，封疆大吏，连皇上见了你。都得给你留个三分的面子。我看这些地方官员该好好的整治整治了。刚杀了一个山东巡抚，又撞上一个直隶总督，直隶五年大旱为什么不早来报？敢纵容暴民，行凶闹事。是啊，诸位大人上朝了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您先请，上朝，您请，您请，好，站来吧，好。安大人，怎么了？胡大人，待会儿敬请你谨慎行事，别乱说话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吗？走啊！我大秦国有百余年来都没有上过五朝了，今儿把你们叫来，你们也知道是什么事，都还没吃过饭呢吧？朕也没吃，朕是气得吃不下。这次巡视山东，地方吏治如此败坏，修堤的上百万两银子被地方官员私吞干净，老百姓无衣无食，怨声载道，地方官员不但不加以治理，反而步步相逼，更有丧心病狂的想加害于朕。朕为了大清国，也算是励精图治。你们这些封疆大吏、地方大员，胡作非为，对得起朕吗？奴才死罪，奴才死罪，奴才死罪啊！朕问你，直隶大旱五年，为何不报？
回皇上话，已经报过了，奴才年年都报。那钦纳中堂说朝廷没钱，所以一直压着。纳卿误国，实在可恨。皇上，纳卿误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，犯不着着急。皇上爱民如子，还是想想对策吧。直隶离京城近在咫尺，快马一天就到。直隶的暴民竟然敢绑架大清国的宰相，真是猖獗之极。你作为直隶一省的军政长官，不能带兵剿灭，要你何用啊？奴才无能，奴才无能啊！皇上息怒，像这些土匪，无非是散而为民，聚而为匪。正所谓是拳头打跳蚤，看着打不着。这次让安律亲提一旅之师，全部剿灭土匪，救出刘大人和二福子公公。奴才拼着老命不要，也要把他们这群土匪的祖宗八代揪出来，把坟刨了，尸体喂狗。闭上你的嘴！你还嫌惹的事不够啊？激出民变来，朕把你祖宗八代的坟刨出来喂狗。来人呐！把这个祸国殃民的东西绑到刑部去。福大人，福大人，福大人，救救我呀！皇上饶命，皇上饶命，皇上饶命啊！大伙儿议议吧，看这事儿怎么办。奴才愿提一旅之师，剿灭土匪，救出刘大人和二福子公公。你不是武官，你行吗？你要再陷进去，这大清国丢人可丢大发了。皇上，臣想土匪不成气候，大军一致早就跑得没影了，这倒不必担心。难道说他还真能绑了人，然后再找我们要钱赎人呢？关键是把直隶的灾民解决了，这才是从根儿上治的法子。唉，又是灾民，这老天爷怎么老跟朕过不去啊？皇上，直隶的旱灾和山东的水灾有所不同，水灾是人为可救，旱灾是天意。皇上就是扔再多的银子，老天爷不下雨，那也没办法。依奴才看，这事儿得分成两步办。这第一步，由奴才先救出刘大人，让直隶一带的土匪闻风丧胆，不战自溃。这第二步，就得麻烦皇上您了。你说，只要不让朕掏钱，怎么都行。皇上要举行大典，由宫门口搭凉棚，一路搭到天坛。皇上要亲自步行到天坛，为直隶民众祈雨。到那时候，允许百姓夹道旁观，捧香敬圣，要让天下人看看皇上的这一片爱民之心。老天爷心一软，下起雨来，直隶不就有救了吗？好，这个主意好。只要面子不出钱。你说什么？啊，臣觉着好。福中堂是谋国之臣呐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，全权负责。总之，不能让刘统勋掉一根头发。他要是让土匪给杀了或者伤了，唯你是问。这，奴才还请一道圣旨，为皇上爱护黎民着想，对那些顽固不化的土匪剿而杀之，对那些协同作恶的，依奴才之见可以招降，为当地乡勇。一来是传颂皇上的好生之德，二来是剿抚两用，使那些暴民心惊胆战，不敢再跟着作乱。很得当，就这么去办吧。哼，这帮无知的暴民，想来还不知道他们抓的是大清国的宰相，他们要是知道了，还不吓个半死啊？难道他们还敢跑到朝廷上来跟朕要赎金吗？启奏万岁，外面有两名乡民擂响出征鼓，一个叫孙秃子，一个叫张老三，说是河南伏牛山的山大王，绑了刘统勋、刘大人还有二福子公公，要赎金，还要面见皇上您。什么孙秃子、张老三，胡说八道，拉出去砍了。他们说如果不给钱，他们当家的就撕票。带上来。这。皇上，您见平民不合一致，还是让奴才去处理吧。不合一致？他都跑到朕的大殿里来要赎金了，
简直是无法无天。带上来，我倒要看看这帮山大王的胆子有多大。这，圣上有旨，乡民孙秃子、张老三见驾。哎呀，红红的地毯呐！哎呦，好吧，皇上家就是不一样，门槛都高。你们就是伏牛山的山大王，你就是皇上，混账东西，老老实实回话。回皇上大王的话。我们不是大王，大王没来，大王是让我们跟皇上大王要钱来。朕也成了大王了。刘大人还好吗？好，好得很，我们好吃好喝好招待，这两个财神爷啊，我们可惹不起，对吧？对，你们知道犯了什么罪吗？知道，就是绑票。反正种不上地也是个死，我们这一路到京城是吧？反正见到皇上开心，死了也值了。混账东西，叫万岁爷，什么皇上大王，胡说八道，还敢跑到这儿来要赎金，吃顶着了。说，我们怎么知道刘大人真的在你们手里？这是刘大人的亲笔信，请皇上和大人看看。10万两银子，胃口不小啊！穷乡巴瓤子，10万两银子撑死你！这，俺们也不想多要啊。那刘大人他不学，他说自己是中堂大人，他身边站着那个脸上不长胡子的，是皇上身边的贴身太监，少要了，他没身份。你说什么呢？咱们人多够分的吗？咱们得盖房娶媳妇儿。娶了媳妇儿，生了孩子，还得盖房，还得娶媳妇儿。你算算，这够吗？有身份就跟朕多要啊！这个刘统勋，福康，奴才在。你跟他们问话吧，朕不管了。什么大臣，一点都不替朕着想。这，带走，快走！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。这帮老帽是吃了秤砣了，10万两，少一个子儿，他们就撕票。这帮土匪，讹到朕的头上来了，朕要砍了他们。皇上息怒，皇上砍了他们那是举手之劳。可是刘大人和二福子公公怎么办？其他大臣会怎么看？他们肯定会说皇上爱钱胜过爱他们的命。对，不能落下这个。可你说怎么办呢？皇上，绑票这种事情，大家和小家都一样，现在肯定是不能得罪他们，不如按他们说的先应付着办。等刘大人和二福子公公一救出来，咱们大军一合围。他们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去，银子还是皇上的。你以为朕不知道啊？可是10万两银子哪儿出啊？户部出？户部的支出里头没有赎金这一项，而且其他大臣也都看着呢。咱们不能巧立名目啊！你不会说叫朕出吧？奴才该死！不是朕不想出。是真没有，这话说出去谁都不相信，还以为朕小气。奴才肯定不说。这个可恶的刘统勋，做主替土匪要银子，你看他将来回到京城，朕怎么收拾他？皇上，这些都是后话，要不奴才先凑点，也鼓励其他大臣再凑点。不，不用你们出，为了朕的事再让你们破费，朕就更没面子了。哎，你不明白啊，朕是要启用刘统勋，为了他的事让你们大伙再出银子，哼，将来到了朝里他怎么当官啊？皇上圣明，皇上能为臣子着想，奴才就是万死也不得一报啊。下去吧。这
朕都替你们着想了，可谁替朕着想啊？太后见笑了，哟，快起来起来，坐到我这儿来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哎，你说福康这么个糙人，怎么会有这么漂亮一个女儿啊？太后这么高兴，就把福伦姐姐留在宫里吧。我倒是想呢，她爹舍得吗？就这么颗明珠。福伦呐，你这舞蹈跟谁学的？我。啊，太后，皇上来了。他来了，他来干什么呀？给额娘问安了。孩儿给皇额娘请安。花蛇少马的，又安的什么主意呀？都起来吧。这位是？这是福中堂的女儿，叫福伦。我喜欢这闺女，让她进宫来跳舞，给我解解闷儿。太后喜欢就好办。福伦呐，朕赏你点什么呢？看在你能让太后高兴的份上，朕就赏你个封号，封你为固伦公主，也就是朕的干女儿。啊，还不赶快谢恩，谢皇上！别给朕谢恩啊，谢太后就行了。朕是看你让太后高兴，那以后啊，就多到宫里来陪陪太后。奴婢遵旨，奴婢谢过皇太后，谢过皇上。好，你们都下去吧，我和太后还有些话要说。有什么事就说吧。没什么大事。额娘，这个呢，是儿子孝敬您的一点首饰。啊，你戴上试试。哦，这玉真好，润得跟水似的。是啊。哎，这不是皇后的吗？你怎么抢别人的东西来给我呀？让人家说我这婆婆是怎么当的？胡闹，拿回去。哎，不，不是抢的，真的是我们俩孝敬您老人家的。有话就痛痛快快的说，是不是你们俩吵架了？还是你又看上谁了，想弄进宫来封妃子？额娘，瞧您说的，好像儿子什么正经事都不会干似的。儿子这次啊，是真碰上难处了。额娘，您还记得刘统勋吧？记得，我怎么能不记得他呢？儿子呀，是想重整朝纲，想重新启用他。这就对了。理儿是这么个理儿，可是碰上难处了。刘统勋不来？他愿不愿意来，朕都得用他。这倒是小事。他在半道上让土匪给绑票了。啊。土匪！今儿一大早，要赎金的人找上门来了，非要10万两银子才肯放人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又不能派兵去追缴，那不等于把刘统勋给杀了？额娘英明，这事儿啊，还真是难呐。儿子没钱啊，朝廷上的事儿您也是知道的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我这儿啊还有点私房钱，拿去吧。这银子啊放在我这儿也不当吃不当喝的，拿去干正经事儿吧，够了。额娘，儿臣实在是。额娘，这项首饰您先留着，我这说一句。可不是说谁夺了您的首饰，这银子也到不了土匪手里。一把刘统勋接出来，儿就杀他个鸡犬不剩。哎，那你更别还我了，沾了血的东西我可不要。银子一到手，我就去给皇后做。这点首饰您一定要留着，您要是不留着，那这银子儿子也不要了。我这么大岁数了，要那首饰干什么？哎，要不就放在这儿留着赏人用吧。皇额娘万安。去吧。